我现在用的这个背包啊，我自己还蛮喜欢的。为什么我还蛮喜欢的？因为这个背包我现在里面放了一机、三镜、一个闪光灯，还有一个闪灯控制器。那其他的空间里面还可以再放，但是最重要是什么？最重要是它背起来舒服。哦，大光圈的闪景就是棒。机身是 5D3， 然后我的镜头呢，百维啦，带了一颗 51.4， 然后呢，还有一颗鱼眼镜头。当然这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我现在出野外都会带的，很棒的放大片，可以接在镜头前面，让你的放大倍率更棒。然后几颗备用电池，看看，一摸就摸到了，哦，1860。四颗闪灯用的3号电池，低置放电的，可以一直充电。还有一颗我相机的电池，然后还有一些小杂物，记忆卡。这个背包的好处是什么？我可以从旁边就拿我的相机，只要这一手来，你看拉了就出来，塞了就进去，非常方便。如果你是一个喜欢跑野外，然后呢又喜欢你的相机背包跟人家不一样。各位觉得造型很怪，对不对？我有带一件固定的小雨衣，当然小雨衣从侧面拿也可以，因为这比较方便。你比如说背着的时候要拿，可以，你也可以从上面。这就是我最喜欢的原因，超大开口，然后还可以调整，意思你可以放很多。超喜欢的这个，我的小补光灯的盖子就。点两下，最重要是它的背带，背带背起来很舒服。为什么背起来舒服？因为很厚啊，你看。然后这是透气的，还有这边有透气的夹层，不是夹层，透气的织法，让你的背后的这些背着背包的时候，热空气能排出去。下雨天，我们都很怕出野外下雨天，这个包包呢。有一个很重要的设计，这个我们一定要，有没有？下雨天的时候，你不希望你的相机淋雨吧？当然就要这个东西，防水套，把包包套住，然后呢，保护你的相机，也让你的包包干干净净，别忘记塞进去就好，拉链一拉，完美。